主人，我想表白杨海哲。我没有听错吧？难道不应该是吴亮吗？吴亮那个丑恶的嘴脸，我看着就恶心。嘴上说的愿意为我关掉公司，删掉所有女生，结果你看他做了吗？那他 MCN 公司还开着吗？嗨，那个公司都快100多人了，你觉得他舍得关掉吗？果然男人都只是说说而已。所以啊，今天我就想表白杨海哲。就因为他给你配了那个什么什么药，然后你就喜欢他了？他为了帮我治疗那个表皮松懈性角化过度症，确实费了不少心。我觉得他人还不错，所以呢，你快把他叫出来，我要表白他。我记得那个杨海哲他不是喜欢梦吗？可是吴亮不也是喜欢梦吗？如果他真的喜欢许文，那我也会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。啊，对我说说我保护他的梦。没事吧？你们摔到哪？家人们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哎喂，你好，我问一下是杨海哲吗？是的，我是恋爱重启节目组的主持人，问一下你现在忙吗？我还有一场小手术，做完就去吃午饭了。那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吃午饭，能不能来那个紫金天街一下，就是有个好消息想跟你说一下。好消息是关于梦梦的吗？不是啊，不是的，就是梦梦可能会来，所以说也许是个好消息嘛。嗯，你别骗我啊，我上班都很忙的。我怎么会骗你呢，对吧？你赶紧来吧。 Goodbye。 是我挂了。吴亮每天就知道泡酒吧勾引别的女的，中午睡晚上起，我之前还对他那么痴迷，真是无语。可是人家是大老板。大老板怎么了？大老板的公司也会倒。不要生气，我随便说说的啊，我支持你。2 hours later， 你看那个是不是杨海哲？他手上拿着个甜筒，哎，应该是他，是不是给我吃的？你想多了，应该都不是给我们俩的。我知道是给闷闷的，走，我们过去找他吧。哎，海卓 ，Hello。上次你把大家都叫出来，然后我表白梦梦，今天该不会又要重演一场？哪有啊，我们节目都是很令人开心的呀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些都是套路啊，你把大家都叫出来，然后上演一场狗血大剧啊。那不拍好了。哎，我开玩笑就说说的嘛。哈哈哈，这给我吃吧。啊，给你吃。走吧。热对就可以了啊。超级热，外面真的超级热。今天40多度呢，辛苦你过来跑。今天就你一个人。嗯，对啊。哎，对了，上次梦梦怎么样了？他回去以后就没有跟我联系了。那你还喜欢梦梦吗？喜欢，不过梦梦好像跟吴亮在一起了。当然这个是听说，我也不确定是真的假的。反正我就觉得我很卑微，就是真的我对他付出那么多，他却对我没有一点的感觉。我真搞不明白，梦梦可能他就是那种恋爱脑。不会梦梦也是看上吴亮的钱了吧？那我觉得应该不会，因为说实话我作为医生我也是算有点钱的，最好还是让他自己想明白。哎，今天没有其他人吗？那这样子吧，咱们现在玩个小游戏好不好？好呀。你们两个玩啊，隔着扑克牌亲亲。OK 呀，来嘛来嘛来。来来吧，都来了，来，准备好啊。屏幕前单身的你，可以在看他们游戏的过程中下载暖聊 APP， 登录后一键搜索附近同城的单身男女，不用加好友，不用花钱，就可以跟你喜欢的异性聊天啦。